索儿爸比爹地的日常小片段二。Hello。Hello， 爸比。看到我了吗？看到我了吗？看到你了，索儿好想你呀、啊。刚才的演出看了吗？是啊，今天和大家看了呢。爸比可酷了，超级帅，大家还说没看够呢。没看够，我也没跳过。嗯，现在已经十点了。嗯，吃完饭好久了吧？吃饺子了吗？吃饺子呀。吃什么馅的呀？香菜馅的呢。香菜馅的饺子，哇，那太好吃。是爹地亲手做的呢，可香了，可好吃了呢。等爸比回家的时候，再让爹地给你包好多好多饺子吃，这样爸比就不馋啦。爸比，爸比，爹地说你在拍戏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三月初左右吧。啊，这么久呀？那爸比，你今年过年回家陪索儿爹地过年吗？回家，今年回家不能回家过年了。啊，爸比不回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索儿偷偷告诉你，爹地说过年的时候要带着我一起去找爸比，陪你一起过年，要给你个惊喜哦。你什么时候能带索儿骑摩托车呀？嗡嗡嗡嗡嗡！什么时候再骑车啊？我估计可能要三月末的时候。大概几度啊？北京？咋不知道哎？冷吗？二十度吗？是二十度吗？我去问问大吉，等等我哟，大吉。爸爸问我现在家里几度啊？啊，十度啊！爸比，爸比说现在十度呢。十度左右，那还骑不了。啊，好吧。最低温度的话，也要十五度以上才能骑车。爸比，你怎么又咳嗽了？不是没有按时吃药药呀？爸比，你这样不乖哦。爹地知道了肯定会生气的。吃药，动吃药。嗯，爹地和索儿不在身边，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爸比，不要玩手机啦。啊，好，不玩手机，不玩手机。哼，大不了索儿把视频电话交给爹地，索儿去睡觉啦。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哦。好了，然后我按时吃药。晚安，爸比。好，晚安，晚安。拜拜，爹地，爸比在等你视频，快快来，我要去找坚果玩了。